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琪琪，你觉得哪种恐龙是最厉害的呢？当然是霸王龙啦！哇哦，哇哦，谁都比不过霸王龙。霸王龙，它有我们厉害吗？当然了，霸王龙力气很大，还有尖尖的牙齿呢。哇哦，哇哦，力气很大，我的力气也很大啊。你看，哇！我们的力气也很大哦。不要啊！是霸王龙吗？是三角龙。哦，怪兽冲，大大轮子，我们来到恐龙世界，大大身体，长长脖子，它就是霸王龙吗？是腕龙。哦，怪兽冲，大大轮子，我们来到恐龙世界。它就是霸王龙吗？霸王龙。哦，怪兽车，大大轮子，我们来到恐龙世界，大大嘴巴，尖尖牙齿，它就是霸王龙。霸王龙。哦，怪兽车，大大轮子，我们来到恐龙世界。我们是厉害的怪兽虫，哦耶！怪兽虫，耶！霸王龙都被你们吓跑了。原来你们比霸王龙更厉害啊！那当然了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马上就追到你了。看我的。球跑去哪儿了？有一个这么大的坑呢，这是陨石坑，是外太空的陨石落下形成的。太空？对啊，外太空很漂亮哦。那外太空还会有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啊好啊。可是要怎么去呢？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去找太空人琪琪和妙妙吧，他们一定能帮助我们到外太空。耶，太好了。怪兽车队出发去探险，乘着火箭到神秘太空，怪兽车飞呀飞向太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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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大小小美丽星球，我们要降落在哪里？火星。我们来到神秘火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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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沙漠山洞还有火星。
手车，遨游遨游太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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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大小小美丽星球，我们要降落在哪里？月球，我们来到神秘月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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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高山平原还有大猎户，长长触角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外星人，浩瀚宇宙，神秘又有趣。什么？他应该是说，他觉得我们很酷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喵喵。今天我们要变成太空人，到月球上探险哦！哇，那我们快点出发吧！飞向神秘的宇宙，到宇宙，太空人，我是小小太空人，太空人，出发了，坐上火箭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跟着我，按下按钮，轰隆隆，火箭发射上太空，飞向神秘的宇宙，到宇宙，到宇宙，迈开脚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停下来，看看远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星球，它有蓝色的海洋，还有绿色的森林，一颗美丽的星球。是地球。你们看，那一片雪白的是哪里呢？那是冰雪的世界，是南极。到宇宙，迈开脚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停下来，看看远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星球，它有蓝色的海洋，还有绿色的森林，一颗美丽的星球，是地球。哇，今天琪琪妙妙成功探索了外太空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耶！翻过这座山，我们就能把货送到了。嗯。找回来。哇哦，这是什么？看来我捡到宝藏了。海盗鲨鱼，我们是怪兽车。哦，海盗鲨鱼是我们的。No。海盗鲨鱼，站住不要跑。No。我要把它打开了。哈哈哈哈。Oh no。我是厉害的怪兽拖车，不要小看我。别跑，怪兽车，我是大海盗。Oh。别跑，怪兽车，宝藏是我的。No。
别跑，怪兽车把它还给我。宝藏现在又是我的了。海盗鲨鱼，我们是怪兽车。哦，海盗鲨鱼，那是我们的。No，海盗鲨鱼，站住不要跑。No，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财宝。哈哈哈哈哈。真的包裹在这里啊。道哥，吃甜甜圈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危险！啊！好险哦！滴滴滴，滴滴滴，前方有大片礁石。糟了！紧急制动，下锚。警报！发动机损坏，船舱漏水技术。啊！快要沉了，救命啊！奇妙救援队，我的船快沉了，快来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奇奇妙妙，快去救援！好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眼镜、背包。手表，救援巴士准备出发 ，Let's go！ 我们是奇妙救援队，嗡嗡嗡，接到了新任务，去救援，火速向前进，超级救援队 ，Go Go Go！ 工程巴士地面支援，直升机巴士空中支援，潜艇巴士海上支援，超级。风到它轰隆隆隆隆，我
别害怕，奇妙救援队马上就来救我们了。地震来了，大地摇呀摇，楼房倒塌，有人被困住，奇妙救援队马上就出发，救援巴士向前飞 ，Go！ 妈妈，好像有飞机的声音，一定是奇妙救援队来了。咪咪，快吹响你的哨子，这样他们就能听到了。好。远远的地方传来哨子声，到处找找在哪个方向，奇妙救援队马上来帮忙，冷静冷静别着急。有余震，大家小心，保护好自己。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你们都没有受伤吧？我们没事。小鱼没有了。小鱼？咪咪，你的小鱼在这里。我的小鱼。我们是消防员，我们要赶紧去灭火。消防车出动，哎呀，哪里来的烟？是火灾警报声，公寓失火了。不失火了，该怎么办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先打电话给消防员，再找一找安全出口在哪里。在那里，快快离开。后失火了，该怎么办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不要躲在衣柜角落。怎么办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拿湿毛巾捂住口鼻，快找一找安全出口在哪里。在哪里？快快离开。后失火了，该怎么办？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千万不要乘坐电梯，快找一找安全出口在哪里。在哪里？快快离开。大王被扑灭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你们做得很好。失火的时候不要害怕和慌张，衣柜角落不能躲，电梯也不能坐，离开的时候记得要走安全出口啊。哇，你们说的太对了。
什么味道？着火了，快跑，快跑，着火了。小心，走这边。危险，孩子的爸，你没事吧？我受伤了，快呼叫奇妙救援队。奇妙救援队，森林失火了，快来救我们。紧急任务，森林失火了，呼叫奇妙救援队出动。奇妙救援队火速出发。森林失火了，森林失火了，红红的火焰，黑黑的浓烟，救命呀救命，好烫好热的火，奇妙救援队快快来。快点看，奇妙救援队来了，直升机巴士调来大水箱，快快的灭火，水箱没水了，是运来大水箱，伸出喷水管浇熄了大火。这里有人受伤了，我来启动检查设备。请不要担心，我们来帮你检查伤口，进行治疗，伤口包扎好，马上就离开，奇妙救援队守护大家。谢谢奇妙救援队。真的很感谢奇妙救援队救了我们一家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森林大火已经被扑灭了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耶，太棒了！